有就是英文，我来读书，他们就还有点学习。这样子也是不错啊。嗯。还有没有人想知道？想要问？哎，那我可不可以再问一个问题？那个台北 Pro 出推广组是谁？谁？对啊，那个神秘中的台北 Pro 推广组。是唐中他那时候就唐中汉中文，就他是亲自来了。嗯哼哼。唐中汉他是用，那他们就是特学一手的第三门只有是特那个他是特推广组一群人在做。嗯，一群人是我忘记有好几个人。哦。发一个后记他们有写，写一些他们翻译的事情，翻译书的一些事情。嗯。因为第三门上这方面有后记。还有没有要补充的 ？Guga， 你好像有参与到这些事情。三版就是，跟唐朝有关的启动翻译，就是他之前用的叫伊利写。什么？伊利写对。他用的叫伊利写。对啊，然后他就是接一部分的翻译案子，然后自己有，其中有一个人当类似自内部编辑的角色。然后就是分章节出去，大家分。就是一个人翻译一张两张，就自己认领这样，然后就开一个 party， 然后大家分，然后那时候我有参与，然后 Echo 有参与，然后有蛮多人都不在这里，对啊，那时候对，就是像这样，那时候形态就是。好像是跟出版社签一个约，但是那翻译好像就是依照那个版本控制的考密特的，这样是谁翻的，然后分支书就算了，这样子。对啊，然后我记得那时候有一件很好笑的事情，就是因为是看最后考密特的那个那堂视频的那个稿费算法。所以你如果翻译别人的稿，你改掉别人很多的话，那个稿费就全部改掉。所以如果你不小心翻译很多错误地方被别人改掉，你就会没什么稿费。然后，如果是你很鸡婆帮别人说牌的话，就会出现很好玩的事情。就是这样。那出版社是 Already 吗？你们那时候签的约？好几间。Already 有，然后我忘记那个 Network 有。好像奇标是吧？原本叫 Never Programming with Pearl， 也有。然后上期也有，上期是一本跟 BSD 有关的，想不起来。嗯哼。还有一本，另外一本的话也是 Slash， 就 Slash 大的那个 Slash。Slash 大。哦 ，Slash 大。Slash 不就是用 Slash 经营社群网站吗？好像是这样的事情。嗯哼。也可以啊，是这样。然后，不过其实是一个蛮复杂的经验，就是因为如果你不先翻索引的话，那个大家翻译的名字可能会不太一样。然后就说你翻了索引，大家对于比如说同一个概念讲的方法也不太一样，所以会出现很多不一致的结果出来，对吧？所以会。就会真的有一个必要有一个人全部从看过一遍，要不然就会做出最后的 review。对啊。那你觉得就是整个就是翻译的这个过程中，哪个部分是你觉得最痛苦？最痛苦。我觉得因为翻译本身其实还好。就最麻烦，最麻烦。其实都还好，因为每个人分到的量其实很少。然后，那时候有用一个简单的工具，就是，那时候先把索引翻出来，所以你会得到一堆英翻中的字典，你会得到一个字典档，就是英文专有名词转中文。然后那时候阿吕写了一个程式，就是把所有文字档里面，比如说出现 network 的，就把它变成
摆出去 internet， 然后就把它变成网际网络。所以你会得到一个档案是中英夹杂的，就是比如说他本来一句话是 internet， 然后 speak 好，假设有这句话，然后你得到的那个中文档就是网际网络 speak， 像这样一个句子这样。所以、可是因为。所以你要照着原文档，然后跟那个翻译的只有名词的档案稍微对照一下，就可以把整个句子拼出来。不过这样的好处就是，当你碰到专有名词的时候，就不用想说它应该要翻译成什么，你就看它。个人觉得这个对我来说就是简化不少问题。其实你们这样做蛮专业的，已经到对差不多专业的翻译公司，差不多也是这样子。因为那时候之后，我就一直很想搞一个、最困难的东西是翻译，一些译者他自己讲话跟譬喻，就是有双关语的那种东西，或者是他们引用的东西，就是像 Orin Pearl， 我记得 Orin Pearl 的注解，对 ，Orin Pearl 的注解也蛮多的。就是他有时候会用一些很好玩的譬喻，然后你不太知道那个譬喻到底是在讲什么。就是我记得有一个人用的譬喻是说，把他讲了一句话，他讲这样的一句话，就是说他把调音器的音量调到第十一个，这样子的一个譬喻。那你不知道这到底什么意思，你要去找好一下的时候才知道，原来一般的调音器是只有十个。调到第十个呢，是有一个特殊的，就是说它是马力全开这样子的频率。对，这时候你就要写个译注，知道在讲什么。不写的话，别人真的也看不懂频率。像这样，然后有时候会碰到很刁钻的话，就是有些人会特别用很你不熟悉的英文去讲，那个就比较困难。要不然基数的书其实还好，那个英文就很简单。西游高语要学一些吗？什么东西？你有参与到一些像翻那个 Orange 这边的翻译工作？很少。就是 Networking Pro 吧。嗯。看英文。觉得写作文好累。写书法。像Orange 的话，我发现它书里面有部分是。就是线上手册的东西了，就是他如果把它同样的事情，他把它用很就是很难的字去讲，可能会搞不清楚他讲什么。后来去看线上手册啊，就知道了。我问过他是，当然我自己写的嘛。他说他是一个文学家，语言学家，所以他用字很深啊，他有些地方他会比较用故意用文雅的英文。对，可是其实你在线上手册看，其实就是没有，是就是看懂了，这样。冯文克后来是说，台北推广组交译稿之后啊，很快找不到人，所以问一下这样怎么办啊？找不到人。这边我自己弄啊，有些翻好像有问题的地方，就我自己改的。好辛苦。好，谢谢。还没有，大家还没有想知道 Aurelie 的一些古代那边。我还有一个担心的问题哈，接下来奇峰在出 Aurelie 的书的时候，还会再用骆驼，还有这些骆马这些封面吗？知道，因为这些实在是太 classic 了，他要是改掉封面的话，就会觉得价值差好多。
在美国卖的那个六十三年的台湾人，还没问题。没有齁，等一下我们可以继续私下问齁。对，然后好不容易才抓到大伟来，这样大家不要随便让他跑掉。其实不止大伟不可以随便跑掉，大家都不要随便跑掉，要跑掉至少把150块钱留下来这样。因为刚刚突然发现好像有一个跑掉了，糟糕。他是250块，没关系。那个，接下来，麻烦一下。接下来哈，那刚才那个 OOO， 你有拿到了一层的吗？有。你有加上那个了吗？你有加上你的通讯资料了吗？好，麻烦大家记得把那个通讯资料加上去哈、哦。那这样大家万一不小心忘了拿150块出来的话，我还知道到谁那里去追这样。那个，那个通讯资料哦，等一下今天晚上晚点我应该就会把那个公开分享收集起来，然后特别丢到大家的那个信箱，分享到大家信箱去。那大家有没有？大家觉得说我们以后要不要再继续这样的聚会？有。那